潮全没了，狂潮全没了，谁人让我抱紧眼前，人人陪着笑，人人拿着照，随时在背攻打，高低胜算也需要打，管他攻势狠辣，抬头眼都不许眨，穿梭隔世哪可折返，哪怕满天疑惑，遥遥风雨中步步过关，用尽力气战死吧，但败也得潇洒，在下不会退下，用尽力气再上吧，路陷了也要行，认命还是我吧，拳神全没了，斩神全没了，为何尚要虚假，有人离面成越近，你回头越远，糊涂踏上不返，高低胜算也需要打，管他攻势狠辣，抬头眼都不许眨，穿梭隔世哪可折返，哪怕满天疑惑，遥遥风雨中步步过关，用尽力气战死吧，但败也得潇洒，在下不会退下，用尽力气再上吧，蔑视所有困难，认命还是我吗，尽力气战死吧，但败也得潇洒，在下不会退下，只有用尽力气再上吧，蔑视所有困难，认命还是我吗，胜败咧，我真系完全觉得自己嘅信心全部翻晒嚟，系咩？好强大啊！咁好咯，好犀利啊！嗯，日日都要听，好有感染力喎、啊、呢首歌，我好中意呢首歌，因为个歌佢个拍子嘅节奏啊，系佢好。好充滿力量啊！同埋加埋嗰啲吉他聲啊，啲好難嘅吉他聲啊，同加埋個 drum beat 啊，都係你中意嗰啲嘢。係啊係啊，絕對啱曬你 feel 啦，好中意呢啲嘅。係啦，咁我想問一下你啦，咁即係入咗行之後其實都會有唔同嘅輿論啦。你通常係用啲咩方法戰勝佢哋嘅啦？其實你唔單止呢一行啦，我相信任何一行都有好多人會講你嘅好嘢啦。嚇，咁有好嘅一定有唔好嘅啦。係啊，咁就。你要知道清楚自己你自己的目標咯，同埋你每件事你都要做好你想做嘅嘢，咁其實所有嘅嘢都唔使你，因為人哋講你唔好嘅嘢，佢哋都唔使負責任，係你要對得住自己 OK。嗯，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呢排其實有冇啲咩特別要去戰勝嘅咧？戰勝啊，戰勝自己咯，我覺得呢一排要戰勝自己的音樂啦，係咪個吉他啦？我發覺呢樣嘢真係好難鬥得贏佢，即係我越學越練就覺得越難，即係有啲樽頸位，好想突破佢。同埋你學到一啲新嘢咧，佢又好似又開咗道門。咁背後有十道門，哎呀咁啊，但係係好玩嘅，好多鎖，好多鎖要開，係好玩嘅，但係唔該曬 Fred， 好啊，呢個時候咧，咁我休息陣先，轉頭翻嚟繼續勁歌金曲。在我哋身边继续有 Fred 郑俊宏 ，Hello， 喂，继续同你倾偈先啦。好啊，既然战胜霸咧，我觉得要赢一啲嘢，一定要有自信。阿 Fred， 你系咪一个有自信嘅人啊？睇下咩情形啦，譬如咧，即系我觉得如果做任何嘢，你准备功夫做得够咧，咁就有自信嘅。自不然有自信，系啦。如果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啊，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，咁就唔得噶啦。咁譬如喺唱歌方面咧，你即系譬如有啲咩方法要令到你更加有自信？嚟练啦。
系咁练啦，背歌词，背歌词啦，系啦，因为如果你喺台上仲要记住啲歌词咧，唉，咁啊真系。發揮唔到自己嘅潛力，好怯啊！嚇，個歌詞係啲咩咧？可能眼神都飄忽開始。係啊，咁我又就係差嘅背歌詞。但係你會做好多準備噶嘛？要啊，要做，即係代表你個人好有自信啦。係，係咪先？係啦。咁我哋而家不如玩個，我哋都準備咗啲嘢要咁講啊嘛。係啦，心理測驗，因為你好自信，所以我哋玩呢個心理測驗。嗱，你衣櫃入邊咧，其實好阻住啦。你個衣櫃入邊最多係咩衫咧？好 ，A 純色 T 恤。B oversize 嘅衫 ，C 颜色鲜艳华丽嘅衫 ，D 当季流行服饰。A 系咩话 ？A 系纯色 T 恤啊。呢个好啦，咁啊，证明你系一个有自信嘅人，系咩？系啦，你会坚持自己嘅谂法啦，唔会跟住人哋嘅步伐，你觉得啱唔啱啊？都 OK 嘅，系你都系有自信嘅人啦，算系啦，战胜霸啊嘛，战胜霸梗系有自信啦。OK， 系你觉得真系啱嘅，咁唔知啊，咪真系咁啱。咁其实除咗音乐上，你有冇啲咩系觉得自己唔够自信，好想去令到自己提升多啲？即系譬如会唔会喺吉他咧？你所讲嘅吉他就不断系嘅，嗯，同埋喺音乐乐理啦，乐理而家又要接触。樂理啊，即音樂喺唔同嘅範疇，你都想接觸多啲，學習多啲，因為豐富下自己。音樂係一個語言嚟嘅，係咁你每一方面你都唔可以忽漏。嗯，即如果你唔學一樣嘢，你又唔可以整體寫到一句子出嚟，所以一定要學。即創作方面，即好靠呢個樂理去提升自己嘅技能。咦？咁你之前去過加拿大，咁創作方面啊，有冇啲咩靈感咧？有㗎，因為我都去到任何唔同嘅地方。就好自然地會有一啲旋律就會出現嘅。大家試下即係去旅行啊嗰陣，靜一靜，唔好諗嘢，你俾佢入嚟，咦？佢又會有啲嘢入嚟。但我有時發現咧係發夢咯，即係發夢你記得，但你醒咗好似唔記得。有好多都係，因為我見到因為我記得阿 Paul McCartney 佢話 Yesterday 呢首歌係佢係發夢夢到嘅，發夢都自己係啊，之後佢即刻起身，即刻去個鋼琴嗰度彈翻出嚟咯。我發現如果唔即刻起身係會唔記得的。係啊，但係好難要即係起身，有時瞓得好冧咧。我諗我哋係時候咧瞓一瞓，休息一陣，發下夢好嘛？作下曲，好啊！轉頭翻嚟繼續勁歌金曲。第四位戰勝白鄭俊宏。